即将和我相恋的他，妹妹，耶，好了。开笑死！哎、欸，你有开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七岁开什么意思？你把它关掉看看。没有差。对啊，我要变外星人。你看，你好一种鸟，是那个吧？某某吧？不是，没有某某，没，不是，不是。上次思雅也这样玩，我忘记晕厥雅生也这样玩。这好像什么 Snow 的特效。外星人。有睡饱吗？听说五点起来。对啊，算吧，就安内，就安内。你就是可爱。我一直这样子。晚安。哎，没想到已经过两个半，其实我 一天感觉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已经播两个半这件事情。啊，你对啊，你又不知道旁边，你在外面那边晃晃晃晃晃，我感觉很切身的有两个半，切身感受到两个半小时。好可爱，小鹿宝宝。哎，小鹿宝宝，你用了，你不就小鹿？没有啊，弄不了，不够。看一下，免得每个人都说我脸很圆。机车，大家都是机车。大家晚上好，谢谢的。各种牙套。哦，谢夏夏。想睡觉。是啊。不是那么想睡觉，就是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猪吗？还是羊？好恶心。想你的夜，好希望你能在我身边。是朱丽安。想你的夜。不是，求你让我在你边。谢夏夏，可爱。网络不？真假的？这里网络超强哎、欸。对啊，这里比方而且已经有慢慢拍。我还有时候是可能过了。而且我不知道赏月嘛，他大概会被我ban掉吧。就你平常用那个、喔？没有，这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之前可以用看。没关系，我才嘴巴超辣的，还好吧？你真的很辣，超热，喝冰的，接着冰人，我要喝。你都很喜欢买那种香的不行的那种，我买了又不知道它那么香，戒指开一小时，好。啊！他说他只看一小时。哦、啊，不是赏月。怎么样去阳台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月亮看月亮，月亮睡了你不睡，所以都吃完了，没有，还剩蛮多的。我是秃头小辣妹。秃头小辣妹，就是因为熬夜的话就会。哦。在熬夜啊，没想到直播也可有科月，在室内赏月，你有看着脸大胆推测你是今天很早起来睡不足，所以才大水肿啊，不是早起会，而且我昨天没卸妆，外面的比较圆。
想剪指甲。Kira， 啊？我想剪指甲，我很受不了自己指甲很长。剪呢？我就可以看你整个人中不见。不会。太强了吧！谢啊 ，Kira。嘘，好了。在干？都没人要吃了。好了，弟弟要吃而已。弟。就是被嫌死。嗨嗨，哦，没有。安各位，刚才吃起家鸡，好吃，但是这个要再加热，要用气炸锅。你会用气炸锅？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这个我不会用。很简单。有点眉来眼去的。没有啊，眼睛酸。现在眼睛超酸。嗯，好靠、哦！听到你打打的马蹄声了。我只是坐在这里。你有听这首歌？西雅的新歌。没听过。哪里搞的？弟弟。你有玩过海龟汤吗？嗯，玩过啊。干嘛？你要跟我玩是不是？可以啊。好，可是我不知道哪些你玩过，哪些你玩过、啊。没关系，我没有玩很多。你可以尝。你今天到几点？十一。欢迎这个日文我不会念。我也超不会念他的名字。翁千启。翁千启。今天算是开四个半吧，四个半，对，差不多。但我后面的一段时间都在混。来，爸爸，弟弟来试试看。我找一下海龟汤的题目。海龟汤。会想，你会想一下什么这种直播可以玩的游戏？都可以啊，其实。哦。是孔尼基娃吗？其实我看不懂。对啊，耶、yeah! ！我看对了，对不起，吓到你。好，你去挖。空巴娃是什么？这是欧亚斯米。空巴娃，今晚好，的感觉，晚上好。哦。然后欧亚斯米是欧亚斯米吗？欧亚斯米是晚安。是晚安，就睡前晚安了。吃饱就想睡啊。一个是要打招呼，一个是要再见的感觉。现在应该要说什么？我看不懂。call， 然后嘞 ，congratulations， 什么？空巴空。刚刚说什么？这时候应该要说。空巴娃，这时候应该要说空巴娃。空巴娃，就我刚刚讲的啊。嗯。空巴娃。你腿也很细呢。就说我腿有变细了。啊，也是。再说脸就变圆了。弟弟啊，卡管。有一个年轻的牛吃草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嗯，好，那个霸轩玩过。很霸轩为什么？霸轩，他是一个 YouTuber。哦。不行啊、哦。他们就专门在出海龟汤、嗯，海龟汤才继续又红起来。水草嘞？水草玩过，也是他们。葬礼姐妹。好，有母女三人，然后母亲死了，姐妹前田雅美，你在听哦。嗯，好，姐妹俩去参加葬礼，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一个很帅气的男子，
并且对他一见倾心，一见钟情。哦，忘过了。好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头向下死了。头向下。嗯。造化房，对，是造化房。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子。嗯。这个人手里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推理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半根火柴。嗯，你可以回去问问题。他在沙漠。对。头向下。嗯。他头是被埋起来吗？这不重要。他，你是说什么意思？被掩埋起来而死的吗？嗯，不是。他拿着一根火柴。半根火柴。半根。太冷。他是那种就是弹力绳。中间是哪一？中间一段我突然忘记了。阿尼亚。就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，你们也听到，不要讲答案哦。四个角。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，头向下，头朝下死了。小智。然后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。嗯。这个人手里紧紧的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对，其实有 YouTuber。YouTuber 有。我觉得这个比较细，这个没有卡套的绳子比较细。有卡套的比较粗，就比较会行李箱，挡住画面，镜头是不会的。笨死的，对，海龟汤，行李箱，空难，对，有一点接近，那再更详细一点呢？因为飞机坠落，后面还有这个吗？不是飞机，不是直升机，不是。骆驼，不是，骆驼会飞哦，不是会飞吗 ？Happy Love 帮银针快乐帮走心发言人 ，Guys Happy Love 吧。你看他，是笑的吗？他现在笑很久，对耶。嗯。笑得很惨美。嗯。谢。嘿吼。没有，你问问题。我在想啊，想不到。下去。什么情况下要火？太冷，要吃东西。不是。饿死。提示，哎、不是。提示，他火柴不是拿来点的。写字。不是。空难的方向是对的。火柴。他要干嘛、啊？拿着火柴。没有了。火柴。朝下在沙漠里面死了，旁边有行李。啊？还火柴的小男孩，还女孩的小火柴。这只有猜得出来吗？太笨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为什么没有看过这个这集？你可以多想问题。多扯的都可以，嗯，或者什么不相干的问题也可以问，不相关的问题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是啦，我针对题目啦。嗯，沾到水吗？没有，这是原本就有的。动脑。你动脑。过热，我已经看到有圈圈了。今天怎么不在房间？刚刚在吃东西，刚刚在吃鸡架鸡。嗯？嗯？我这是昨天站一，因为青山站一下，然后整个变超瘦的感觉。我现在也在做一下，不然我刚刚真的吃太多了。嗯，他还没饱。没有的，为什么？火柴？我再吃一个就好了。火柴？不是拿来点的。不是拿来点的。半根火柴。拿来吃。拿来吃，肯定要吃火柴哦。嗯哼。不是啊，不是。
拿来，好玩。它都死还好玩，半根空难是正确的方向。那只剩那另外半根呢？去先关，不是这样问人家，只能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。哦，我知道。那、啊、你刚就可以说不相干就好了。对，不相干。另外半根。这个新词库，他说什么我看不懂。Topic one なんですか？私はそれを。问你们的主题是什么？海龟汤。他也想要。他也想要猜这个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？是，我不知道。夏夏，我看不懂。夏夏，帮我回一下嘛，对不起，我看不懂。哦，他也想要参与。你帮我跟他讲说，我们在玩猜谜游戏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会说日文。嗯。啊。嗯。空难的方向是对的。摔下来。对。啊，其他人呢？哎，我要怎么回答？就是可以说不相干或相干。他相关啊，可是只要说死，我要死回来，是或不是啊？其他人都死掉了。不是。没有了。不是。还活着的，是半根火柴才这样子拿在手上干嘛？你可以装。那我干嘛？等一下我来试。你就可以说那火柴是怎样怎样用的吗？我可以回答你是或不是。火柴是拿来求救的吗？不是。这里拿吗？对啊。火柴是。他刚刚也是说这边可以开，但是我怎么找不到电？又是的。你们讲吗？等一下好了。轨道了，我拿着。哎，然后要怎么？谢。啊啊，你们讲，啊啊。哦。就轨道啊。啊，这样，然后套什么？嗯。不是啊。嗯。套个，哎，不对的。嗯，我才是拿来。应该会是。拿来。嗯。还是这样，这样拿起来比较顺。嗯。证明已经死亡了。不是。喂。对呀。跟这个人死有关。哦，穿过去。这个人的死有关。嗯。掉下来的时候迟到。迟到，迟到半根火柴，然后就死了。你有反对这个吗？我有，我也有。他多毒。对啊，这是你钱。所以你是先买这个，他是怎么死的？另一个比较一起买。摔死的。对，他是摔死的。你买什么套嘞？然后，对，然后我不会用柚子，对不起，超北。有一阵子对柚子过敏，所以不吃过柚子。我上次尝试汽水的事情。然后这个颜色是你另外买的。火柴是拿来取暖用的吗？这不是，就这样吧。火柴。为什么觉得好像没这个也没？火柴跟这事件有关了。嗯。火柴。他们搭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说不是飞机，也不是直升机？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客机。不是客机。客机。不是。还有什么东西会飞啊？火箭啊。这也是要摔下来的。火箭也会摔下来啊。耳朵突了一个耳朵出来就很。他们是散落的行李箱。没有残骸。没有残骸。上面的行李箱，他跳伞哦。哎，我怕你跌倒。类似。类似。类似。用火飞行的物体。嗯。热气球。嘿，丢，聪明。他会讲。所以要从热气球上摔下来。对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火了。然后。不相干，可能吧。可是，这么吧。我想直接解答、哦，天啊！嫌我太笨。他是怎么要背面？因为阿潘看到了。现在海龟汤。其实不管哪一边都可以，因为头是可以。嗯。哦，这是杯子是我。
嗯，不知道啦。他们热气球都已经就在从热气球上摔下来的嘛。嗯。那它跟半根火柴什么关联？它也是有，它也是有。我再讲一次题目好不好？让大家亲近来的人不知道知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人在沙漠里面，就是头向下，然后死掉了，然后手里拿着半根火柴，然后旁边还有散落的行李箱，请问他是怎么死的？对，你的太滑。目前他知道就是，所以你还是就是热气球，他是从热气球上摔下来的。那火柴不是拿来点的。火柴不是拿来点的，嗯，拿来支撑的。嗯，不是。他的牙力在，有点孤僻。他卡在地板上，头朝下卡在地板上去世。对啊，很难用啊。其实我同学没有这点关系，这只是他都买了，因为太难受了，太难了吧？可是我发现那一个猫的话就没有办法立起来，然后另一个你买的另一个那个才可以把手机立起，就那个后面那个还好吧？再一次问一次问。火柴，火柴半根也不是拿来点的，也不是拿来支撑的，那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？他可以把它换竹筷子也行啊。行李箱跟死因有关吗？嗯，死因只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只有他的东西，他的东西掉下去这样子。头掉下来，投进沙漠里，用火柴挖出来失败。不是。火柴只剩半根，火柴另一半拆在他身体里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他死掉就剩半根了。对。哎，啊，你那个电视机那个啊，怎么有时候灯会亮，有时候灯不会亮？有时候关灯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关灯的话，画面是可以改的。嗯，解答吧。假如开灯的话，就代表。不是，他们那一群人是热气球，他跟一群人出来玩的。然后热气球故障，就是负过重，过重，所以他们就决定抽签，就是燃料不足抽签，然后把抽到半根火柴的时候，人家丢下去。对，你问我好不好？你好难玩哦。我也不会玩。你问我，我就念题目。然后开灯。然后在暗的地方的话，它是照出来是黑白的。然后你开灯，就是开不管是你监视器的灯，还是你外面的灯，房间里的灯亮，它就会变彩色。我不看，可是我应该都玩，大部分都玩过。对，是不是？雨夜广播。对，或者是我自己开我监视器的灯也可以。满地墓穴。这个没有。这比较方便。一个贫困的小镇里住着两个侏儒，他们两个身高差不多，但其中一位是盲人。哦，我听过了。好，他会过山洞？没有。一个人坐火车去临镇看病，看完病之后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一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他去治病，然后治好之后回程之后经过山洞他就自杀了。他还在我的房间架了一个台灯，然后他说这样才看得到猫咪。架一个台灯啊，然后他的病昨天我要回来，他还说是不治之症吗？我就说可以，大概11、12点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可以治，然后反正讲不是就是另外一个答案啊。嗯，回高雄见面照顾猫咪，还是你解释。而且我还看到珍惜生命，离养生远一点。我还看到爸爸拿逗猫棒一直在跟猫。他是发现他自己并没有不治好吗？哦，这个应该是这个了。有点像。哦靠！他发现他另一种病，不是。嗯。
他他回想到什么事情吗？什么伤心往事？不是。过山洞。嗯。他是听到什么东西耳鸣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。志豪回来发现年代不对，他是发现了一件事情。嗯。对。过山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想想。好酷啊、哦！先录一下。什么？不知道。九二六。那有看到迄台？我想讲，恁爸爸买到装的。有可能，但是爸爸感觉也很想要让我看猫。他的进山洞，他没训好，他很伤心。要提示吗？好啊。进山洞之后会变怎样？没训好。我想想，嗯，变黑，所以他原本他是盲人，然后眼睛治好之后，你是看过这个？没有啊，然后治好之后，哎呦。又过山洞，然后又应该是里面没东西吧，就发现自己以为自己又盲了。他是从哪边出来？不可能。你们又玩过？我没玩过，我真的没有玩过，跟答一模一样。是哦，他就是一个盲人，他过山洞，他去治病，然后他好不容易看得见了，重见光明，但是后来进山洞之后，他以为他又瞎掉了，所以他就跳车自杀了。那么严重，就再治一次就好了。好了，再下一次。就是套，他没有套在一起哈。玻璃心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套在一起的，应该是不行。绿衣服。嗯，有。7:12。一名男子很惧怕坐飞机，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，不得不乘坐飞机在各国间出差来往。他每次都对时差现象特别不适应。有一次，他来到了一个跨州的国家后，下飞机后他看了一下手表，显示的是早上7:12，随后他就哭着自杀了。为什么？他被人追杀吗？不是。他没调整手表吗？我想看一下。可是他水只要放大概7-8小时，都到晚早上装到晚上，它水就开始变。什么意思？进山洞反反就不见了。大家都不见了好吗？然后他就说一开始要泡热水泡。你刚问题什么？他没调手表吗？是，但跟答案、有关，是。今天主题好难，是。然后，他以为他在做梦，不是。他以为自己这样去错地方了，他很怕，不是。他以为，他是不是诶？他怎样啊？对啊，感觉收暖会瘦好不好？有人办公室用那收暖会消耗热量，懂吗？以为日夜颠倒了，有点相关，但是答案中有说到的，但我们方向有点差。门回去，撤退。那东西要收好。然后丢到水槽就好，然后。我们同学也说味道怪怪的，我以为是我自己。不要喝水。你觉得学校会有多少人去整理那个饮水槽？好恐怖。以为日夜颠倒，你说买大桶，你知道我们学校连路灯的就放在里面，它到底算不算啊？其实我不太知道啊。运动，你想要有灯呢，那你就要带一张电卡插下去才会有电。所以大家都想要搭便车，就大家都不插卡，然后看谁先插，然后那个人就衰，然后就要让全场的人用。不会，他电卡要收钱。有一张电卡最基本是500块。刚好开灯。它压力很大吗？压力很大吗？也不太算。他
是跟工作有关吗？工作内容有关才自杀的吗？不是。我的血在外面。对，他是洗碗哦。好，他是。他以为他没有到那个地方，他很不是。他以为他飞过站了，不是。他有金钱压力吗？那等下回去要记得。要提示吗？好。他提示的关键词叫做跨州的国家，7:12。跨州。那个国家有就是。那个国家怎样？那个你已经忘记内容了。反正有一个男生，因为出差，然后他要去别的国家，然后下飞机之后，他是去一个跨州的国家。下飞机之后，他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什么手表，是7:12，所以他就哭着自杀了。然后他对那个7:12是他原本家里的时间吗？对。然后他是一个很不适应时差的人。他那个地方有战争吗？没有。有什么敌国的部分吗？没有。嗯。发发常住你家吗？没有。我想一下，我是直播的时候都会来，所以就搞得你这样天天都来。嗯，很难。是什么呢？他回到过去了，不是。他错过某件事，不是。他，你刚不是猜他没有调手表？对啊。是啊，没调手表。他没调手表，然后他，我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说是的。他和 Mina 一样要整点发 IG， 不是。他们崩溃啊。是他个人适应不良的问题才自杀的吗？有点相关。他有什么定时炸弹吗？不是。如果他是原本的时间的话，那代表说他就是现在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正确的时间？对，不是正确的时间，他有关系吗？他上班迟到了，迟到还要自杀，太可怜了吧！开一下气，好热，还吹暗处。他其实答案主要的原因。他没有完整在题目中说到，就是死法是怎样是不知道，但是为什么是知道的？我提示你，他刚刚我不是说他很不适应，嗯，时差，跟这个有关，有点相关。晚上好。还有人格分裂？不是啦。但我觉得他题目有点难，就是真的有点难。因为他只死法跟不是死法，只是死因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，就是他不适应跟他去跨州的国家，不适应时差，对，有相关，跟这个有相关，但是为什么？可是我觉得這要知道不适应时差会有什么的，会有什么生理反应，才会知道说为什么。突然焦虑，这个月零钱才填好。NNA 跟那个谁有填中，那手心冒汗，落日一笑有填中。他以为他忘记吃药了。你怎么跟阿当说的一模一样？
奶奶有刚才讲到你。棒，但是落日理想你的钱太多人了吧？嗯，真的难，要答案吗？不要，不要，猜吧。啊，是有另一个人是跟他的死有关的吗？没有。跟夏冬季有关吗？没有。时间跟不适应时差，我觉得可以去找一下不适应时差会有什么。月经乱掉。你打开就看到答案了，好，好，我跳跳跳跳跳。诶，放 Safari 好。不适应时差会失眠。不是。不舒服，肌肉酸痛，白天难以专注精神，睡眠容易中断。其实，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有没有在里面诶、欸，没有，只是在调我的坐姿，因为坐的话，其实肋骨要关起来，然后要坐，嗯。嗯，失眠，日间倦怠，头痛，焦躁，注意不集中，食欲不振，肠胃不适。意识不清，双腿肿胀，眼耳鼻混淆，跟语哦，这样跟语言没有关系。嗯，做得好的话，真的会瘦。会哦，会瘦。所以我昨天就是因为我的社团就是要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就瘦了很多，瘦了超多。我不行，我想不到。好，他是因为。需要是不是？由于是跨州的国家，早上7:20，它上面写12分，下面写20分。早上7:12可能是当地的晚上。由于对于时差现象特别不适应，可能那个人由于眼睛本身就不太好，对于时差现象还没反应过来，以为自己太过劳，眼睛接近失明，所以就。是啥？好烂、喔！好烂哦、喔，真的超没有相关的。你到底你，还是你看一下题目，有些题目真的很烂。你看啊。我知道。好，那我问你。好，换我。谢谢五分享，又一个玻璃心。男孩跟女孩相恋很久，嗯，当初是男孩先追求女孩。女孩过生日了，男孩送给她一个音乐盒，虽然是旧的，但女孩非常高兴。不久后，有一天，女孩不小心把音乐盒摔坏了，发现里面有只剩半截的旧相片，上面很模糊的有一条狗的影像。女孩马上就吓死了，为什么？那条狗是她小时候的狗。对。那个男孩是她的青梅竹马。不好说。什么叫不好说？就是不太确定，但是就是相恋已久。他们两个相恋，他们是养父母的小孩。不是，没有关系。他们两个有血缘关系？没有。那怎么知道？他们两个小时候就见面过。因为小时候曾经就是以前有，曾经见面过，应该有。他有一个送给他一个旧旧的音乐盒，那个音乐盒是他小时候的东西。嗯。然后里面的照片是他小时候的。嗯。那怎么只剩半截、啊？他那个男生剪掉了那个照片。没有说。谢谢柠檬。那条狗开口说了大哥哥。我不要。
摔坏了，然后掉出半截的照片，里面有一只狗的影像。干嘛？你在大哥哥什么？好，是你不要知道。这是什么？动漫梗。哦。我还真的没看过。行吗？鸭嘟嘟没有在，就是真的要做好的话，就是这边要压进去。所以我刚问的问题有关吗？哪一个问题？是那个男生剪掉那个照片。他没有说。谢谢麻分享。嗯，提示舅舅哦，讲过吗？舅舅的音乐盒，音乐盒，你不是有说他是他小时候的东西？嗯，对吧？那条狗也是他小时候的玩伴，那为什么会吓到？他是吓一跳的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不是什么温馨向的，它是比较恐怖一点，微微不太舒服而已的。那个男生去翻他家的东西，类似他家的，他家的哪个地方之类的？他妈房间，你靠，他房间不是跟狗狗有关，他狗的棺材。对，就这样。你要不要把它算在一起？所以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相恋已久，然后呢，那个男生跑去翻，就是找他家狗棺材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拿来送他。嗯。然后送那个女生之后，他有一天不小心打破了，就发现里面有他的狗的照片。吓就吓到了，因为所以很奇怪，但其实差不多是这样没错，就是那个女生有养一条狗，嗯，曾经养过，然后狗死掉的时候就把照片放进音乐盒里面埋陪葬，嗯，然后那男孩子是病态的追求者，跑到女孩买狗的地方，把音乐盒挖出来，然后送给女孩，嗯，然后才发现那个音乐盒就之前的那个音乐盒，就想到他做了把。就是拿出来这个行为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题。有一个孩子，他的父亲是名英国医生，怎样？他的母亲是一名日本的英语教师。嗯，是海龟汤，对。他从小就因为自己是混血而感到双倍的自豪。有一天，他翻开母亲上课准备的讲义，发现里面有一张便条纸。很久的便条纸，上面画着一个面向色的英国国旗，但回家之后立刻刺杀了父亲，请问是为什么？美国国旗，英国，怎样的英国国旗？没上色，没有涂颜色的。他爸是一个英国的医生，英国医生，然后妈妈是日本的教英文的老师，对，日本教英文，这样会。口音哦，对啊，口音不一样啊，没有颜色的英国国旗，跟这个有关吗？你再讲一次，跟没有颜色的英国国旗有关吗？有关啊。他爸其实不是英国人，他不是。他妈的课本里面怎么有？我被他妈的话，顺哎。他妈妈的课本里面总会有。他是英文老师啊，他讲义的那些准备的东西啊。我零钱拿出来，我中。他爸想要统治他妈。统治是谁？没有。笑嘞、欸。怎么好笑？
我刚刚问你问题吧？什么？我没有很刻意在讲，我是真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烦呢、欸。国旗没涂颜色。然后跟国旗有关。你看一下英国国旗上面有什么东西？你知道英国国旗长怎样吧？是这个这样子、啊，它是个米字，知道吧？什么？我手都摆不出来嘛，就这样。它摆不出来的、啊。这个，我们的。母亲是日本人，爸爸是英国人，母亲是日本人，所以有关。有关。这个地板那么乱，没办法，东西可以乱丢吗？也还好吧。有关。你挡住就看不到了。欸、没有，我只想站着。有关。米字上面有什么？下面有写字吗？没有，没有涂色，然后变黑白棋。嗯，就是没有涂色的棋子。变黑白棋是象征的什么吗？嗯，没有特别象征什么。我想贴墙。啊？想去贴墙。直接贴墙直播呢？那罚站是提示，贴墙其实蛮好玩的。提示，我想去。那个爸爸是医生，有关。因为不可以看到红色的东西。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他爸是医生，然后跟英国国旗有关，没上次英国国旗。哎，你们在看留言吗？有，谢阿 K 了。啊！啊！谢谢谢。啊！英国，然后有关。多猜一点看看嘛。英国国旗蓝色、白色、红色，嗯，有关吗？跟红色有关，就是不可以看到血啊。为什么不能？他不是医生吗？对吧？不好吗？是因为儿子看到那个没上升英国国旗之后就去刺杀他爸，他生气就是杀，对。跟红色有关。比较有关，其他都完全没关，可是也没有到很有关。图形，想想看它的图形。十字架。跟医生。十字，红十字。啊、我看看，嗯，红十字嘞。他反红十字吗？对，有接近一点。他儿子反红十字。不是。他老婆反红十字，但不是，他是误会，但是误会，但是还是刺杀他爸。嗯。啊，好
复杂。算了，就是儿子看到没有颜色的国旗，以为是母亲在红十字上打了个叉，以为母亲怨恨红十字，然后想要医生是医生，父亲是医生。以前，然后以前是军医，就参加过二战。自己是混血的身份是母亲被。啊，对，然后一直以混血儿为傲的那种感觉，就必然就会失去一次。所以他以为他、嗯、他是是这样子才出生的，这样吗？嗯、哦，懂了。你要看看这题，这题我还没有看过他的答案，可是我刚看过题目。看他答案吗？我还没看过他的，你念一下。一名有前科的啊，有。好，干嘛？我想要充电。你有？你在充？好，算了算了。这里。好。可以去床上。我们在玩海龟汤，你要不要去玩？我不会玩，而且我那边好恐怖。不会。尿尿。我赶紧离开你、啊。对。而且我看这是什么？粉底霜，这是我觉得很烂。是哪一间的？我用过一次，我就不用了。是哪一间的？我在保雅买的。一名有前科的男子刚从警局回家，他由于某件杀人事件而三不五时被召唤去警局盘问，但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了。回家后，他和一如往常打开了 MSN 就 Messenger 聊天，忽然发现一名网友的大头贴是一件肮脏的黑色西装，他马上冲出去。到街上买了一件相同规格，但是颜色为白色的西装。是分析原因。可以啊。他杀过人吗？嗯。等一下。你下次记得拿手。对，他杀过人。哦，这题有点。难吗？不是。冷。恐怖。有点恶心。那个黑色脏脏的衬衫是什么尸体的衣服吗？有关，但是跟尸体无关。那个黑色脏脏的衬衫是被害人的吗？被害人的吗？对。不是，被害人亲属的人，不是。嗯，就是这件黑衬衫的拥有者是很，就是是有关的吗？有，是他本人吗？哪一个本人？就是那个主角。对，是他的。对。他买白衬衫是为了掩盖什么事情吗？是。是因为黑衬衫被人拿走了吗？是被人拿走，没有错。但是为什么还要再买一次？那里有人在追杀他？不是。想想啊，他证据不足，警官证据不足。那件脏脏的黑衬衫是他的证据。对。但为什么是？他是遭遇都是亲戚的。他挖什么洞？不是洞。他挖坟墓。不是。他藏尸。不是藏尸。他是被害者。他是被害者。什么？他是被害者？那个，主角是被害者。不是。黑色脏脏的是他的证据，要什么？他要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他买白色的？你想想，你是生科的人，流血之后会有血渍，血渍干掉之后会变黑。嗯。啊？没事。你刚说。没差，算了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对，等一下，
当然，黑掉要怎样？啊，为什么还要再去买一件？那就他要去犯案，他要去自首。他要去杀人，他要自杀。警察证据不足。对呀、啊。黑色西装。对。但是是肮脏的黑色西装。他因为脏，所以才是他是有不在场证明。什么不在场证明？就是他有不在场证明。他没有。那干嘛买白的？我刺你，然后会怎样？流血啊！流血会怎样？裂开，沾到衣服，凝固，会痛。但是你要想想，那件衣服是凶险的。是什么？嫌犯的。那个黑衣服是嫌犯的。你刚刚不是有问过了吗？我还说对，好恐怖的感觉。嗯，大家也可以跟着猜啊，我也回答你们。大家都累了。欢迎香香，是香香吧？对。第十名，天天。那个黑色的衬衫是假，造假的，不是造假。我的心只有你在 ，I love you， 我只需要你，我只需要你耶，我只需要你小翅膀。谢谢大家。你只需要你自己。快点呐！好难呐、啊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感觉你的发线有了岁月痕迹，直到你。答案有出现被害者几次，这有关吗？那个 MSN 上面的人。是事件的关系人吗？他没有说到哎、欸。哦、想到忘记题目。他真的衬衫被拿走了。对。为什么在听得那么好？人好，你有什么歌吗？他干嘛买白衬衫？我刺你之后哎、欸，血会怎样？喷在你身上，那你穿白衬衫，所以呢？所以那个黑色西装是因为被喷到变白的，喷到才变黑的。对对，然后嘞？喷到才变黑的。但为什么他被释放出来？那不是他的，不是，因为警察。证据不足。对啊。啊，那一件衣服。不是他的。是他的，我告诉你。是他的。被染黑的，血迹变的，对。血迹变的。因为 MSN 倒了，不是。因为没有找到那件衣服。人好聪明。他找那件衣服，谁没找到那件衣服？警察没找到那件衣服。对，所以他去买一件白衣服，要做什么？把他染黑。染黑是因为被血喷到才染黑的。是要怎样？所以他要证明他。证明他无罪，所以他就。对，懂吗？啊，懂吗？嗯。好，讲答案了。
那件西装可能就是作案时穿的衣服，原来是白色，由于大量染了大量的血，长时间变成了黑色。那个人看到后马上去重买了一件白色的，以防警察问起为什么原来的衣服没有了，排除自己杀人的嫌疑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嗯，有点恶心。哪里恶心？是超不恶心，好不好？你人家的衣服都喷到血，你还拿去穿，拿来放在大头照，哎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沙漠的比较恶心。哪有？我对血超不感兴趣。一个在运动中骨折的女性患者康复出院了，在家里庆祝大摆宴时，给我拿我的钱放桌上了，脏死的时候喝可乐的时候，患者的哥哥说今天的可乐有味道，的味道怎么会怪？他哥哥说的。然后之后他爸和他妈在旁边喝可乐，觉得他怪怪，可乐怪怪的。但患者喝了，接受味道很正常。然后患者死于当天晚上洗澡的澡盆里。为什么？你说那个死掉的人他怎样？他怎样？你说最后吗？没有没有，前面他是一个在运动中骨折的女性。康复出院的，然后家里摆宴席，就是庆祝他出院这样子。然后喝饮料的时候，就是哥哥说味道怪怪，然后爸妈也说都觉得怪怪的，喝起来不是我的零钱，喝起来那个可乐怪怪的。可是患者就是那个出院的那个女生就说味道很正常啊，然后就当天他就死在那个洗澡的澡盆里，就是那个可乐是他的血。你有这样那么恶心吗？没有啦，那就黑的、啊。不是那个可乐，血跟可乐喝起来差太多了吧？那可乐有毒？没有。那可乐没有毒？那他会死掉？可其他人没有死掉，其他人只有喝一口。关键字就自己其实蛮冷的，我觉得，就是关键字是出院，就是在医院的这段时间。然后还失去了味觉。晚上跟对，然后还有洗澡。他失去了味觉，洗澡的时候，他腿断掉。然后腿断断掉呢？不是，他腿就断掉，还没有完全好，然后跌倒又死掉。我觉得你讲好笑，但不是。足弓一样痛，没有，我没有吃。跟味觉、嗅觉有关。他没有味觉啦。对啊，他洗澡的时候。洗澡的时候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啊，中间有没有一些？洗澡在跳舞滑倒，你们这些人不要再说了。你滑倒、哦？因为我那时候 mini con 、不是 mini con reset 的时候，就说我会在浴室跳舞，然后就有时候会滑倒。你在滑倒啊？你在跳啊！我没有真的滑倒，就是滑一下，然后就站好。味觉、嗅觉，他的嗅觉。那洗这个澡盆是泡澡。他被淹死了。我觉得你好笑。不是，就是被淹死的。我是被淹死的。他没有闻到可乐的味道，不对的。对啊。他喝起来也没有不对啊，他觉得也没有不对。对啊。那就是那个可乐的问题啊。不是啊。他爸妈都喝了，爸妈都没死啊。跟他骨折有关？没有。跟他出院有关？对。他中新冠肺炎哦。很像啦，但是其实不是病死的，不是因病还是怎样的。洗澡跟洗澡有关吗？有。是在国中都会宣导什么东西吗？一氧化碳中毒。类似，对。
哦，他闻不到一氧化碳的味道，所以他就中毒死掉了。煤气啊，因为一氧化碳没味道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对，烂，是不是很烂？这是蛮烂的。溺死，烧脑而死，是物理烧。云霄飞车玩过吗？就是、哦、有一对恋人去公园乐园玩，然后女孩子想玩云霄飞车，然后男孩有点怕不敢玩，然后女孩玩一次想还想玩，但他就是他拉着男孩跟他一起，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，为什么？男孩飞走了。对不起，我想他飞走了。不要再一直跳舞，小心送医院。好慢啊、哦！现在人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有红包。这是柯南第一集的剧情。对对对。啊，我没看柯南，这要问我姐。我只看柯南第一集。吃完了、哦，没有吃完，就还有剩，但是大家都吃饱了。头断掉了。嗯。嗯，为什么头断掉了？因为那个女生个子，我觉得这个很扯，就是女生个子比较矮，男生个子高。然后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的头割下来了。就钢丝是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女生装在隧道里的。干嘛装隧道里？他怎么装得到？他杀了他，怎么装得到？他可能射枪，然后就绑住了。干嘛要杀了他啊？要傻眼。谢助理真好怪哦，这个故事。啊，这个有个女孩，父母都出，这蛮恶心的感觉。父母都出差了，然后她晚上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她一只爱犬。嗯、然后半夜，他突然听到在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他也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旁边，让爱犬。哦，我知道，就玩过。这个也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。嗯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一个新的。嗯。然后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贵的足球卖给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。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那个足球是人的头。对，烂死，超级简单。谢谢分享《海龟汤的天马行空想象》，柯南有这个剧情，好恶，是情杀哦。嗯，是情杀。我在说上一题。哦，对啊，情杀。欢迎大家，我们现在在玩海龟汤，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。一个女人独居很长的时间，一天，她的一位朋友来家里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得很晚，到了晚上11点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拿东西的时候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出去外面买东西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了，可是客人仍坚持要去，说一种果汁她一定要喝到，为什么？他看到床底下有人啊，对，这我也问过。谢阿当，偶尔听。以前有个三兄弟，大哥和二哥是双胞胎，然后三兄弟感情很好，常一起睡觉。大哥病死之后，三弟把二哥杀了，为什么？大哥去世吗？嗯。三弟把二哥杀了、嗯，因为他以为那是大哥。看一下答案。原本就沾到了，我刚已经解释第三次了。我想看一下哦，就是你讲一次，他以为那是大哥的鬼魂。不是。他以为他是大哥。不是。因为他跟大哥太像了，对，可是就双胞胎啊，嗯，他们三兄弟感情很好，所以是弟弟最小小弟杀了大哥，不是，大哥是自己死掉的，就不是自杀就无关，就是他就是自然死，然后但是三弟把二哥杀了，
猜为什么他要杀他吗？嗯，因为他嫉妒他哥哥。没有，因为他想要变成家里唯一的。他羡慕双胞胎，不是，他不是那种对他们是负面的情绪。他怕哥哥也自然死去，就不是。他们感情超好，请凶我？什么啦？三弟看到二哥，以为大哥复活。他们这都知道他双胞胎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谢谢云这一张，还是？明白，因为三弟有精神疾病，有，他幻觉，不是，幻听，不是，我有跟。他精神就是有病的，他没有说特别什么症状。在台湾最会无罪，不要说这地狱梗了哦，各位。嘿，继续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等一段的时候，你收石头。你最后看起来是收石头。口红吗？一定是口红啊！可是我没有摸到口红，而且还擦不掉哎、欸。我记得我刚刚手上也看到，但是我就觉得它是口红。肯定用到，嗯，到底是什么？就可能吃东西吧。把二哥分尸。嗯，把二哥分尸。为什么要分尸二哥？他们感情很好。感情好。他想要分一半给大哥啊？什么？这样两只手都可以用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傻，很没骂。这样两只手都可以用，你看啊。聪明耶，我还没用左手右手。他想要一半分给大哥，一半分给他自己。不是。他还想要一个双胞胎哥哥，想，好，我就讲，其实很接近的。好，三弟有八七一半，然后大哥病死之后，弟弟把二哥分成左右两半，左边睡二哥的右半边，右边睡二哥的左半边，看起来像大哥没死一样睡中间。张小姐烤肉想吃二哥。好恐怖啊，这是一条恐怖的。试着口不谈那些遗憾，留在心底成为柔软。开始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，望眼欲穿，等不到你的晚安，全都与我无关。反正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，心酸为难，也要假装放浪，惨淡我灿烂。赖官方送了中年烟火，谢谢。在一个偌大而空旷的房间正中央，一个男人悬挂悬吊在空中晃呀晃。那个谁，脖子上面套的绳索，面目狰狞，明显的死亡了。官方的烟火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的脚碰触不到地面，身边也没有任何东西供他践踏，就他的踩踏，四面墙也没有在他触碰范围内。唯一的门，房间唯一的门是被反锁的，那他是怎么死的？你再说一次。就是，在一个很大的空旷的房间正中央，有一个男人。
掉在就是空中之上吊上吊死掉这样子。可是他就很奇怪，就是他脚碰不到地面，然后旁边也没有东西让他可以踩上去，然后四面墙也不是在他碰得到的范围，然后唯一的门是在也是反锁的，别人把他挂上去的，不是，不是。不是别人把它挂上去的。嗯。反正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，心酸温暖，也要假装自然。想让我灿烂，却与我无关。然后呢？他是。吊在那边，就是从上楼上跳下来，就是吊在那边，就是他是吊着的，可是他不是跳下来的，他不是跳下来，别人把他挂上去，不是，对，我刚问过了，为什么？他要修天花板的东西，不然自己的事。他说他踩不到地板。嗯。不要装可爱。为什么？羡慕了一下。为什么？他是上吊，对，他是上吊。到底？还在截图啊？有东西不见吗？有。椅子不见了。不是。胸前不见了。不是。家具不见了。不是。他在一个房间，他的房间吗？不重要。他被绑架。不是。他在他自己家吗？你给我填过了，不是，哦、不是、啊，不重要。融化，你不见了，什么、啊？气化，什么鬼？什么东西不见了？脚不见了？东西会不见？它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，它是就是一般的现象，跟有些东西物理性质有关。它死掉之后，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是吗？死之前，他被偷、哦。死之前，其实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他人，就是只他一个。命不见了，废话。冰块，你很认真想，冰块什么冰块？嗯，冰块。冰块，他在冰块上面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死去。哎、欸，夏夏很聪明哎、欸，不愧是物理性，不愧是老师，不愧是老师，真的。杨雄不要跟你长一样的话，你们两个打什么？命不见。一个男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，打开报纸，头条赫然写着“海上之死”。一瞬间，他知道自己。你说他写什么？海上之死。然后他一瞬间他知道这是一桩谋杀，一件谋杀案在海上发生。请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你说主角在哪？在看报纸。看报纸，然后看到文章写的吗？嗯，写的海上之石。在哪里写着？报纸上。不是啦，就是海上之石是写的，是标题这样。嗯，他就知道是一件谋杀案，嗯，因为他是嫌犯，不是，他是被害人。等一下，赖官方的周年烟火好漂亮，而且你怎么没有啊？为什么你没有赖的周年烟火？对，海上之石。不是，好，继续问你。他突然想到是他杀的。不是，时间要对。欢迎鼠哥，因为，啊，什么？他突然想到海里死。什么意思？他不是灵异的，他不是灵异。有些海龟汤就会出灵异的，就很扯，很烂。对，这样会让我有点想不到。因为他是当事人，不是当事人不太算。他当事人的朋友，他跟这个案，他知道这件案子，但是他不涉入其中，怎样？他知道这件案子。啊，然后嘞，知道之后，然后，那只是自己想，他不是说就是定案还是怎样，就是自己在又看到这件事情。你说他知道了之后，然后嘞，他就猜他是谋杀案之后嘞，就没了。知道他是件谋杀案，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欢迎星星，因为新闻是他写的。因为这是一本书。不是。他在船上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因为他认识死者。不。这是正常的事情。不算认识。不算认识，但是朋友的朋友。见过面，但也不认识，不算认识。邻居吗？不是，跟他们的关系之间没有什么关联。哦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有人跟他一起策划？没有，他不涉案，他不涉案。因为，因为早上打过招呼什么鬼？因为他很有钱，老婆很年轻。提示那个。就是看报纸的那个人是那种旅行社的。旅行社？他代购哈？代购。算是。啊？因为他刚好带到的他那一团。嗯。然后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他不是带去的，他是之前处理事情。处理事情？算了，不要模糊，没事。不是，他不是在当场。他不在当场。不在当场。帮他买票。嗯哼，帮死者买票吗？帮他买他票。他想要是欣赏谋杀案，那他怎么知道他是谋杀案？因为有人叫他把那个票卖给他。
票卖给谁？死者。是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不太想，不太没关系。因为他是船长，因为这条船是铁达尼号。那应该不是某船，那是达尼。因为他还帮柯南买了票，柯南在哪就会有命案发生。很有趣耶。所以嘞，他是那，我想一想，怎么讲？他是不是？他是一个就是售票的，就是他卖票，然后就有一个男的，嗯，就是买了一套双程票跟一张单程票。然后报纸上写的那个死亡的女性的姓氏跟丈夫姓氏是一样的，跟那男人的姓氏是一样的，所以他推测他们是夫妻。然后因为订票都会有一些注明那个姓名的东西，然后想说，男的只有买男生买了一张自己的单程，自己双程票跟女生的单程票。哦，他去，然后把他丢到海里面，然后男生再自己回来。对，他是用他有双层纯牛肉哈，什么鬼啦？也太难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死生小孩，什么鬼？你是柯南吗？柯南厉害，脑洞大开。然后嘞？结束了，对啊，你是说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我还有半小时，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。好累哦，大家都累了。一个女人走进一个洞穴，大声的唱起一首歌，接着拿起一个物件，然后倒地而死。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？回音不是她的声音。什么叫可能吧？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算吗？不是。拿起一个物体倒地而死。他大声唱一首歌，然后拿起一个物件，然后倒地而死。拿起一个物件，物件是凶器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他举起白旗。不是。看到超方法，看到我在洞穴里面，他唱勇往直前被飞起来的麦克风，杨雄你完蛋了，那是煤矿坑他窒息了，不是，因为他跟法法一起进去，可是找不到法法，所以死了。哟，听说刚装炸鸡的袋子在哪？装炸鸡的袋子，你刚拿进来在那个就是放袋子的地方，你去厨房一进去的右下，他大声唱听海吗？无关，不是，那个不是凶器，不是。他知道他已经要死了吗？他不知道。他被射杀？不是。没看留言啊，大家猜。唱的跟死因有关吗？没，不知道。所以就是无关。这些答案。很酷，那跟常理不一样，所以踩得到。他被火车撞死？不是，他引爆炸弹，拿起遥控器来引爆。不是，那这样感觉蛮恐怖的。他拿着火灯火，火车开过来被撞死？不是。哦，
啊，真的是我的口红哎，它会漏是不是？嗯，对。边边是叫擦，就是它的腮边边，是边边会。他们还有猜什么？流出的。共鸣而死，山洞是通的吗？不知道。共鸣也没有震到，震到会死掉吗？太震了，太震。好饿啊！那月经。好哦，自己懂就好了。还有什么答案？下面留言区我看不到。山洞里有别人吗？没有。山洞其实是鲸鱼的尾巴，嘴巴。可能有，没有啦，不是啦。海绵宝宝你啊。山洞里没有别人，没有，然后他就自己死掉了。他中毒吗？不是。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，我总是很狼狈。我彻夜在买醉。那个物件是会动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刚刚说物件不是凶器。这次真的是一直掉，一直掉，还有一直补，一直哪里掉？就是没有那么整齐，所以我才想要买一只新的。哦，流出来，流出来了！哇，差一点，那怎么差？好香！要吃到很苦。把发涂红了，心脏麻痹而死。啊，红了，真的。死亡后尸体还在吗？不好吃的口红。在吧。无关吧。无关。他以为那是蛇被吓死。我公布解答了哦。好。这题无解。这个游戏就是它能引导出大家创造各式各样奇怪的故事。这个游戏的重点不是结局，而是中间铺出我们迷你精彩觉得创造过程。大家做得很棒，请善待你的口红，可以不善待我没关系，但可以啊，可以打我。你是手背吗？你是切掉我的小拇指？加塞。咖啡，才有脚，就是一个过程嘛。好，我找我的过程，可以打我，但是请善待你的口红。我要看啦，哭了，很好笑。他山洞太黑，没看到他，突然听到他的声音，吓死，被张爸爸机车死了，重击他，人家机车就算了，他重击型的。发发直接打死没关系。啊，你看，怎样？很掉了。你这样干嘛？打你的手啊！他手都没有红掉，因为你是指甲刮到我。哦，你指甲这样插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是说该剪指甲了。我们怀念你，发发拜拜。我们怀念你三秒。字体无解哟。还有什么？老板，你什么玩意儿？No， 不可以这样。星期日不用开播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星期日就不用开播了，我讲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有声音？可能有时候不会。好吧，没有。还好死了我动脑细胞。哎、欸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要让你们就是中秋节吃那么多烤肉跟烤肉跟月饼是消化好不好？谢谢露露一笑，好可爱哦！这个特效也太酷了吧！我要善待妈妈的衣服，对，所以我可以这样拉起来打，不可以，会被出警。下次海龟汤是发发怎么在你家死掉？这题大家也无解哦，绝对不会爆出来的。哎、欸，我要闻妈衣服味道，你不要弄脏，你有病哎、欸！我不是妈妈，香，真的有病。可爱动物，可爱动物，他说起来了，是的，大于五十万，怎么可能？哎、啊，这很吵哎、欸！在和甜甜圈吃饱。波特是什么？变态。你。现在要吃哦，我想看有什么啦。我只有买一个是角落生物，他只能买一个。你要玩？只能买一个。嗯。那他怎么买到六个的？谁？妈。他是分次买哦。哦，是哦。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人限量买一个啊。那不就排，然后又排又排。可能吧。他应该不是一次买吧？那可是他工作那天是全部都有啊。那就是别人买的吧？还是定的，这个一定是你的。哪一个？那是草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吃草莓。我不爱吃。啊，你不吃草莓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两天没吃。为什么白熊要有那个？姐，姐吃吃起来，吃吃吃吃吃，很大的衣服啊！很好，你的那个走不见的，好小账，还有两个账号。姐姐，好一块，它可能原本就掉了。没有，是我刚掉的。它现在不长，应该还行吧。这样可以直接回家。小蚂蚁是还好，是怕狗跑进来的时候吃到巧克力。你这个掉进去，它应该可可脂，应该不是白巧克力，不巧克力。一样一样的、哦，都会让他们溶血。就之后来小房间喽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就打扫房间。我觉得就在聊天了，你快播完了耶，你很快耶，时间过超快，要把爸爸搬走了。对啊，
然后每次吃巧克力都趴在桌上吃，因为我们不敢，完全不敢离开。然后想要去把地板舔一遍吧，超脏的，哈哈超恶的，你们这些人。然后吃剩两颗就喊姐姐，评论一下这小孩。天雪，我那叫大大，面素里达姆，面素里，这是我国小的饮料杯上面的答案哎、欸。粉丝是不是怪怪的？你要加入吗？回到家的电影确保，恭喜阿 Kira！ 我突然忘记阿 Kira， 我好像要回阿 Kira 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忘记，看一下讯息。阿 Kira 会有辛苦哦，对，阿 Kira 祝我中秋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祝我中秋节快乐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快乐。饮料杯，接破梗。然后凯撒虽然现在没有来看我直播，但是他有传一小段话给我，谢谢他。开始翻大的现实，我真的喜欢看大的现实、欸。不知道为什么玩海龟汤就要站着你，站着比较容易推理，没有，只是比较容易瘦。是瘦两边都瘦。Mina 他们有腹肌，是因为 Mina 她够瘦，脂肪很少的话就会。哦，按到了。可以传给我，中秋节。啊、哦，我不会念日文。哪里？变胖节快乐！おめでとう。おめでとう。恭喜或者什么祝什么节都是おめでとう。誕生日。那、不会念了。生日快乐。满月，在玩马里奥。对，我超级喜欢马里奥。有了两百次了。你床单跟人自己睡的。你还吃掉？不然吃甜食好吗？等一下再站一下。不要凶你。出来再站。大家就看着我罚站。
让你站一次试试看的感觉。会瘦，会瘦。要啊，好啊。又想要学左腿拖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我的腿大腿蛮粗的，壮啊，很好。哎，我嘴巴跳出来，我以为是暂停嘛。天哪，嗯，你的脚跟，哦，顶起来，呀，往后顶，嗯。OK 你们压，压是怎样？你肩膀可以先放松、嗯，把这个收起来，往内，这样，怎样？要怎样？进去，肩膀往后，啊，啊，很难哈，很难啊，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控制我的身体，等一下，然后你要整个抬起来，不是垫起来。你好，这次进去，你要抽出来，进去，好痒哦，是很酸，对，很酸。脚，什么意思？脚并起来，然后、嗯、对，然后贴后面，贴到最底，你有贴到吗？嗯，左脚跟，膝盖关。都要很用力才能把膝盖关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吐气。吐气先。吐气，进去。肚子很热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就是这样压的，就是肋骨这边啊，中间不是有一个凹洞嘛？你要让这边就是缩进去、嗯，所以你会有点这样，可是你的肩膀又打开，然后你又往上，会抽筋的、啊。会。这。去 ，Hello， 我都可以动了。哎，啊，这什么感觉？膝盖用力。我在这里干嘛？看不到。你就是这块，你跟我一样都是这边很凸，弄不进去，因为很酸。你的背这边会很酸。已经很酸了、啊，它就这么多、啊。我们弄进去就更凸啊！有手，放手。我超黑，你看荧幕。你看他的手，那个手怎么焦掉？我也超黑。笑死！然后这样站整节课，然后穿了高跟鞋，十公分的高跟鞋。我不行。好，你累就手。好，不会很累的。大家一起罚站。太白痴了。靠自己呀、啊，两个人都在罚站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这两个地方要碰到墙壁，啊，背要碰到吗？有些人碰到，有些人碰得到，像我就是碰不到的，我碰不到，我头发现在绑头发，所以头没办法，我们要顶书哎、欸，这什么奇怪贵族学校的感觉？歪本，然后我们还要顶着书转圈，它只要掉下来就代表你的，你可以放很远，因为你头在顶着。这画面真的超级白痴的。你们以后如果。就是服务业上班的话很受用。嗯，我们要这样走。好像感觉它快掉下来了。就是这样，然后还有这样。然后书都不能掉。对。爸爸表示老师好凶。爸爸表示我在这里干嘛？肩膀跳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是的 ，Hello。屁股太翘，屁股要收。刚吃饱不要。
站到下播哈，还有九分钟啊！他会掉，倪老师。这样踩的才有力。你会睡着？不会，我那时候站到流汗，就会流汗，会啊。站了很久很久，我应该把我鞋子带回来给你站住。这样不是很无聊？但是真的很痛苦，然后老师很凶，不行，老师很凶，一笑他就会开始骂人。非常奇怪，那贵族学校，动漫里面那种，然后罚站那样，不会罚站的，就是那种仪态训练的那种。我们就是啊，在那边呢、欸，傻眼。这样之后都不用看展了，好惨啊！哈哈哈。这個、看了科展就会很难想象，他其实才16、17岁的人。对啦。什么都看不到。现在在干什么？好了，我的色就是有关模特儿那种的，所以而且是被抓去的。要不要这样坐下，然后起来？那我头发超滑，那时候一直掉。嗯，头发超滑，一个安全帽。被谁抓去了吗？是被老师进来挑，长太好看。我怎么看到你在那边啊？轻闪的话，我就会笑死。然后你还是就是对，还是要轻闪，哈哈。我不一定可以去啊，这是公众场所。肩膀真的超窄，我比你矮，算了。你肩膀就很宽啊，可是我肩膀很，就是下垂。可是你是就是，应该要这样，很外膨，很这样才对。很，也是也是。直接拿手头上的那种甩过去，直接把你关掉，好爽！臭小孩，贪吃什么？在什么？在混呢、啊？应该在，这是应该混的。饺子就拒绝，对啊，很痛。你很弱哎、欸。结果还是打到我。好了，不站，好累哦。你知道我们已经站了5分钟。我们好厉害哦。刁你。
始玩贪食蛇啊！你很弱哎、欸，傻眼。都快忘记我的伤。我超玩贪吃蛇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是 Nokia 手机的时候。只有贪吃蛇可以玩。这坚持不会太稳了吧？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明天要干嘛？大家帮我想想明天要干嘛。明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整天没事的一整天，我们这一天非常宝贵，一定要想点事情做，不然真的 太浪费了。现在是战争。对，现在是战争。今天有满满的月亮。中秋节快乐。怎么了？天上有满满的，耶呀呀！两个一起去逛街，挑场电影看。啊，我们学校老师有播，现在在播那个什么《催眠大师》，然后主角是一个叫任小妍的人。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看起来是很久之前的影片，但是很久之前的电影，但是它的特效是做的很好很好的那一种，很像现代的那种特效。追踪，笑死，笑什么笑？你在笑什么？噔噔噔，电影，对，它是电影。然后想说你的脸像满月。你之前发现你之前的头像不就是月亮？之前头像？那不是名字。啊对啊。颗月亮，真符合。大家，我明年的生日想要。发一首我写的歌，然后现在我已经写完第一段主歌了，但是就留给你们当惊喜这样子，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嗯，就。然后现在我想唱歌，但是我不知道唱什么。来，范范有什么歌？我都听些很老的呢。算了，一样刘真彤了。嗯，你知道刘真彤吗？不知道。我很喜欢这个歌手。都是月亮惹的祸。都是月亮惹的祸。我真的很，我们 Daisy 很多人都在写。
谁歌吗？嗯 ，Mina 啊，我啊，子萱啊，杰心啊，我，对，我刚刚说过了，有四个吧，子萱、杰心、Mina 我。你这组没有？嗡嗡不知道不想写，嗡嗡应该不会。然后歌词主要是在写，就是关于 TP 跟朋友，然后塑造了我这个人。毕竟我这一年15岁这一年都跟他们过了，整年第一次跟，对，之后还有好几年，你可以每年还有5年呢，还有4年多，你可以。每年都写，就会有进化石的感觉。你可以帮，应该不会每年都写。每年都写的话，这样就很没有特别的感觉。如果你真要走，我怎么会挽留？天哪，好久！你今年，你明年才16岁，你后年搞不好我还写到，我好像有写到关于你们。这样我就不可以跟林杰星吵架，不然就没人帮我一起弄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不可以吵架啊！你们同一组的嘞。相恋那天，亲吻我的侧脸，你现在好吗？好想再打个电话。对啊，8点钟不行。我很怕我今天这次2场都要下雨，可以不要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放在晚上呢？你怕不怕失去我？我不会丢掉骄傲去跟你低头，我只是等你开口。你懂不懂我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他的闹钟不关呢、啊，吵死！张法也是啊，妈妈也是啊，每次都闹钟响很久、啊。为什么旁边睡的人都吵？是你太早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你们闹钟，你们闹钟。你太敏感，你就听到闹钟醒来。我们不会，我们就是要想一下才会醒来。你又突然的出现，像当初相恋那天，亲吻我的侧脸。你现在好吗？好想再打个电话。他才不会当闹钟好不好？我上次有一次11点半直播，我设11点的闹钟还是几点，然后他就醒来了，他就在旁边看我睡觉，他也没有要叫我的意思，然后我自然醒说现在几点，他给我说11点24，我傻眼。你不会叫闹钟。你懂不懂我？看了睡觉有趣吗？没有，在滑手机啊。对啊，就是他在旁边。你再充一下。看看你的，不行，那要你看一下，那开播超久。嗯。我今天帮你一直改变歌词，你们知道金包银吗？知道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，没有你了。下落叶的秋天，那张枯黄的脸，随着时光变迁。那这蓝蓝是什么？
真的好久不见，头发多了新鲜，多年时间奔波，英文版为了太多太多你对我的思念，我却没有发觉。然后我明明一开始这样，我一开始只是这样子，把人诶戏面啊，洗空气啊嘛。然后林杰就说你在跳饼干嘛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你跳的快，我就这样把人诶戏面啊，洗空气啊嘛。No， 不要。然后再来就是，七七哪有那么老啊？都 reset 我记得不行 ，reset 第二首。要洗的衣服不行，女朋友也不行。哦，这好丑。啊，这好丑，有吗？哦，奇迹，我都不会注意闻它的味道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。太白。然后再来是，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。这是什么？沙发。那什么？亲吻不行。大浪的细面，细空听歌吧。首歌超搭，这是。其实我 不太知道后面怎么唱，但是是配的，配得起来。你头不会动哎、欸，好酷、喔。还好啊。你有黑、喔。就扭屁股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我记得白色情侣不行哦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。不要拼图，还我拼图。有往事看，有往事看啊。七七的。对，不行啊，不行。绿草地没什么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。哎，可以耶。把人的性命是空间的报应。哎，可以啦。高远超震惊，直超级怎样啦？我只是旁边这只娃娃吗？娃娃。大家被我当成挂了。嗯，你在跳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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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错边。这一天过得怎么样？什么事特别难忘？想回家的路上，你没有想法。这暗中都会失望，恐怕痛苦也不管多让快乐的一杯，想好是这双还不差。遇见你想不满温暖的情况，每个地方心不下犹豫的目光，把真心要一埋藏，隐记住我想说的话，其实你想到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，侧耳聆听我衰落街的消息，街边正静静铺满花鞋的雪里，一点一滴小小下雨，如果能加倍珍惜一定可以感受到幸福温暖的涟漪，当夕阳悄悄地沉默的雪衣，眼睛晃你要往北面慢慢拉长，景色唯美的不像话。 Yes， 回忆像今天一起一秒退场，也即将将一切松绑，重新开始闪亮，还是要重新开始闪亮亮。要怎么抵住的感悟变成日常一部分，给镜子里的他打得再勇打得不正规，请仔细欣赏那张脸庞，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就最圆啦，我操。这头发后面应该不会很油啊，油是有两边的，就是因为一直碰到脸啊。可是我头顶油自己先看见
小时变了，谁都别再提起。该到几点了？阿仔，哦，手机还没电了，哦，可以点吧，其实。第十七名仁豪，第十六名让克巴舞者，第十五名小杰，第十四名九蛋，第十三名怀，第十二名青苹果，第十一名 Happy Love， 第十名奈奈，第九名等一下，对不起，许贝贝，第八名花生什么树？哎，花生什么树来？我其实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到，对不起。第七名朱里恩，第六名柠檬，第五名阿当，第四名艾文，第三名阿 Kira， 第二名若日与笑笑，第一名夏夏。你就许愿呐，想要烤肉，搞不好就可以拿到烤肉卷。Chill baby, chill baby, just the heat of it.悲しくなら自分で借り上げる最後超悪くとこ Hey you hardy Youngy hardy I'm the tea again My coming to a honey But my look at Just get A little baby chill up 谢谢老白兔，好冷好。但是玩得很，你们这样怎么拍啊？吵架？他很会，就是在这种地方，他可以把手机放着，这样平衡，然后推，然后按自拍这样子。他在家都这样，直接烧法就有火了。今天中秋节吗？是明天？今天。好。听着花跳，特变态。爱你还有追踪你哦，嗯，没有，只刚刚滑到了，算是多少啊。我上次有看到他按，
see my every sun mirror。 你会想要去大自然的地方吗？要去。你有长裤吗？干嘛？我只突然想到你有没有。你想要把我带去哪？我无法接受昆虫。我不能接受昆虫。好。我们去山里走。我会想要比较去想要去海边，但感觉人超多。不会，手机不是我没电了，对。充电了，再去充。我多想好好爱你。这边也超小了。其实我不会跳这首。太惨了嘛。I like TV, just like TV, even make up my look, no more hate, no more hate, I like TV, just like TV, tell me what to be my baby. 好了，我要关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好可惜我失去你。五、四、三，我没有忘记，只是不。我刚说了，三。好可惜我们回不去。大家不要再说我是月亮咯，大家晚安。再说我是月亮，我打你们。你跟香香可以组月亮嘉宾。什么？你有听到吗？香香，月亮嘉宾。我是。哈哈，小点点。一步舞去的好幸福，没他们说的那么刻骨。
你们被打是福利吗？你真的有新绰号了耶，月亮。我真的是代替你们被打完的，你知道吗？月饼。再见再见再见，大家再见，大家再见。我是月亮，是月饼。拜拜。